期待你的影片哦。台下的观众们也请你们尽力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演吧，相信一定会很精彩，特别是有些雷子。OK， 所以就先这样子啦，也祝你们什么顺利。OK， 拜。称霸大日子，所以呢，也要祝福你们称霸的时候可以顺利。以外呢，希望你们今天表演都可以很炸，顺利，然后跳舞过程中都很安全，然后场地设备都不会出什么状况，希望一切顺利。然后我们这届二三届嘛，就是有很多同学，大家从高一开始就有接触，然后从你们刚开始跳舞，然后到上妆班，然后再到你们之后跳了20年，然后之后又去跳了 UFOX， 去看你们一路成长到现在，然后现在这次是你们惩罚，你们自己排舞，自己有自己作品的呈现，所以我希望我应该在现场吧，你们可以亲眼看一下你们成长过来的一些作品。那当然还是要呼吁一下，不管是现在正准备继续考试考的12届，还是过了今天马上明天就要开始准备考试的23届，我都会希望父母的学生一下都是以会玩又会念书著称，对吧？所以我一定要希望考试可以很顺利，对吧？就是惩罚办完的23届就赶快专心在你的课业上，好，还没有考好的22届也要加紧努力，对吧？因为跳舞的路其实很长，对吧？在这中间，大学你可能就只能考那么一次，啊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考上理想大学，然后在理想大学里面再好好的继续跟你最喜欢的跳舞结束，对吧？那最后就希望今天还是一样一切顺利。